大家好，我是陈洁仪，非常开心能担任 S-POP 一起唱的评审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站在舞台上的你要让我看到你对歌唱的热忱和热情，很期待大家的演出。记得11月2号 S-POP 一起唱，把梦唱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伟松。我是李思松，很开心这次能够担任 S-POP 一起唱的评审。那么这次呢，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看到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明日之星。请选手们不要把我当评审，把我当邻家哥哥，我会用心听你们唱歌，引导你们，鼓励你们。你们懂我的，我是一个严格有爱心的评审，非常期待你们的演唱。记得哦，11月2号 S-POP 一起唱，把梦唱响。